里有垃圾桶可以扔，扔一下这个，这个是不是就是垃圾桶啊？那里那里那里，这个都是一些瓶子，先拿着吧。先，哎，那是垃圾桶，大垃圾桶。对对，塑料袋什么的，轻松啊，解放双手。这个街先不看，我们先去后面的山，好不好？嗯，那这个街晚上可以。这个街晚上是一直开的。其实现在已经有点晚了，我们要去那个神社的话，最多，而且你看云又特别，哦，这个是什么资料啊？好好看，这里好看是吧？对啊，感觉时间已经不够，已经不够了。从这里下，我们的酒店是那个，但是有小道，哎，可以过吗？可以到上面的主路，好像是。好多石头哎，好按摩哎。已经黑了。这里边黑，因为这里树很多。这里也不错哈，你看这小树叶。叶好小。好小。迷你，他们的酒店的专用电梯，这个牌子是吗？但是我们可惜不是这个酒店。哦，好密呀，好密呀，相当于苔藓上面又多了一些树叶。哦，那里有一个什么？鹤子在那里，看看我们下去的那个鹤还在不在那里？鹤还在，还在。我们刚才还吃了鸭肉呢，他们在洗澡。现在吃鸭蛋，这里有个鸭蛋哎，把它吃了吧。现在，哇，你真吃。这个是鸭蛋呐、啊。鸡蛋。嗯，有熏的味道。我刚才为什么过来了？吃的是吧？对，因为我吃东西了。相当自然的。走，你先去那个上面拍。那我们从这个到京都怎么去啊？这个呀、啊，啊，就坐各种车。先从这个屋开始逛吧。屋、哦、对。中国人吵架了。这个是什么？拿花在那泡。好多跟温泉有关的东西。这个是最日本的东西。哦。赶紧玩。这个我玩了一下，好旅游啊，是啊，特别旅游。哎，买什么？这猫在这有卖的。啊，那你买一个，在这里买一个吧。可惜这边有一些只收现金，比较讨厌。嗯。
可以问问。但这个店好像说是可以收银联，明天是有三个小时的旅途，一定要带够吃的。哎，我好咸呀！那个地铁上面你还想看吗？不想。都看遍吗？对，就是不刷卡，但是是地铁里。哎，里面是可以刷卡的是吗？就是可以那个用 Visa 的。是用是可以的，对。当时但那里边的好，那里面很多商品我看了，它那外边很像。很像是吧？但那里面是不是卖的贵呀？因为那里面可能房租贵吧。那真不好说，但是有些东西只有那里边有，有可能。太旅游了，受不了。对，确实嘛，毕竟就是个旅游。反正我就看人当地人就在那个那里面买。是吗？是一样的吗？这是一样的吗？对啊，你看他那一盒多少钱？钱肯定是一样的。差不多应该是，因为他那是专卖店。钱肯定是一样，但是不能弄卡呀。算了，对呀、啊，那白花了800多现金。对啊。他这也可以银联。这个栗子呢？哎呀，失误了！哇天，好黑呀、啊，这个蛋，包装都挺好的，就是不想买。嗯，也想买。这铃铛好好听啊！不同的鱼的制品。こちらが売れてますよ。食べてみてください。今日までの限定販売を行っております。你是主人吗？这样对吗？然后我还好奇这里面装的是什么。这个是饼干。倒是挺好看的，送人哈。这个是狗粮。这是狗粮。啊不要！狗粮，看看。汪奖，写的汪奖专用。那个送人，结果真送狗的。能看到山的边缘。